发年，现在新疆若干，今天我朋友结婚。对，抓完以后没有翻过来，你把它这样子摁一下，磨两下，它不就硬了吗？硬了以后，你拿起来就是那形状，然后就一啪就完了，剩下一啪就完了。这样这样，对，你再抓上啊，你把那个摁起来，摁，划两下，啊，然后你拿是吧？对，啊对，这样是更有用。雷哥，我待会冲我不会这样，但是。我学一下吧，你跟着人家学，我给你拍一下。就这样手，第一次这样手抓是什么感觉？手抓吃的饭？经常手抓啊。那你刚才弄的时候，你好像不会。在山里面吃抓饭就这样吃啊。嗯，我还是没法鼓起勇气这样吃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桌子上这些东西啊，这两个是那个小凉菜，是配着抓饭吃的。然后这个是干果果盘，就是新疆的特产嘛啊。这是小白杏，这个是杏仁，这个是葡萄干，然后这个是小白杏，这是阿克苏的核桃仁，这个是椰枣。这是糖果，然后还有新疆的水果，除了这个橘子，这个葡萄和库尔勒香梨都是新疆的水果，然后这个是新疆的特色点心，这个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个上面有阿克苏的核桃。
小白一天，小白是到哪儿都贴心的很。咱们这个车上现在人家也放了一条红毛巾，小伙伴们现在是新郎，要把新娘，已经相当于已经接出娘家了，现在要回自己家里。咱们现在跟过去再看一看。好了，关注我，我是阿宁，勇闯天涯的日子，咱们彼此陪伴，拜拜。